善恶业因果报自照。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路频道，点赞并转发本视频，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，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。昔日佛接受频婆娑罗王供养，住于帐林塔，为频婆娑罗王演说法要。世尊问频婆娑罗王，你观察色法是常非常？频婆娑罗王回答，非常。佛问，是苦非苦？王回答，是苦。佛又问，受想行识是常非常？王回答，非常。佛又问，是苦非苦？王回答，是苦。佛说，色受想行识都是非常，是苦，是颠倒法，一切法无我。佛又对频婆娑罗王说，大王，当以正智正慧观察五蕴真实本质，色受想行识有过去现在未来否，有内外粗细贵贱远近否？频婆娑罗王回答，色受想行识非过去现在未来，亦非内外粗细贵贱远近等。佛说，善哉大王，如果能如实了知五蕴是非常苦空无我之法，且能以正智观其真实本质，知五蕴非过去现在未来，乃至非内外粗细贵贱远近等，又能不着不舍，就是真解脱。大王，得此解脱者，是智解脱，万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我生已尽，永不复去轮回之道。佛说是法时，频婆娑罗王及八万天人，即在会的婆罗门长者、百姓等百千人众，皆离尘垢得法眼净。频婆娑罗王得法之见，于法坚固，断贪爱心，去除疑惑，正信不退，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禀白说，世尊，我心柔顺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受持五戒，永不杀生，今起请世尊常住我国，我愿尽行受供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，常无匮乏，乃至尽行受供养诸圣众。佛当下默然，频婆娑罗王见佛默然受请，极为欢喜雀跃，立即制成礼佛双足，又绕佛臂告辞而退。此时在会的诸比丘众见频婆娑罗王蒙佛演说妙法，当下远尘离垢的法眼镜，心中皆生疑惑，此王为何遇见世尊，变得闻法正法眼镜除去尘垢。诸比丘作此心念，佛极乐之，告诉大众说，诸比丘，此频婆娑罗王于过去世作大善业，所作业因决定感得果报，丝毫无差，今生的为人王，具足大福德，乃是素食善因缘感得如此果报。诸比丘，地水火风运界六根一切好坏，随其所作善恶之业因缘成熟时，悉皆获得果报不虚。当时佛即说偈言，众生之所作善恶经百劫，因业不可坏，果报终自得。诸比丘，过去世时有佛出世，名阿罗囊毗，时号具足为人天师。当时阿罗囊毗佛为众生说种种法，利己众生地，即入涅槃。佛弟子们收其舍利，选择清净的建立舍利宝塔，又以种种香花恒常供养。经过长久岁月，有转轮王出现于世间，名竭礼记，统领兵众十八百亿。竭礼记王常率领这些兵众飞行空中出巡，又有七宝常为前导。有一天，
从阿罗朗提佛舍利塔上空飞过，有虚空神捉住杰里继王之轮宝，使其停在空中不能前行。杰里继王思维，我正在行进，而轮宝却停在空中，恐怕是我福报已尽而现此感应。此时虚空神告诉杰里继王，大王，不是你福报已尽，而是下方有阿罗朗提佛舍利塔，佛塔顶端指着轮宝，所以不得直行而过。于是杰里继王与十八百亿飞空兵众同时从空中降下，至阿罗朗提佛舍利塔前，王及眷属众等各以上妙衣裳擦拭佛塔，将佛塔擦拭清洁后，散种妙花及燃宝香，又作种种乐音而为供养，制成顶礼阿罗朗提佛舍利塔，并发誓愿，愿今日施事于佛所设供养种种功德，将来获得果报不虚诸比丘。那时的杰里继转轮圣王及眷属众等，即是现今频婆娑罗王及其眷属，以其供养阿罗朗提佛舍利塔种种功德，当感得后世无数百千亿劫受天上人间最上快乐。因其本愿力故，现今能值遇如来，又作供养，所获功德与供养阿罗朗提佛平等无异。诸比丘，一切众生造作恶业者，恶业果相续；造作善业者，善业果不断；造作善恶夹杂之业也是如此。诸比丘，一切众生所获果报，皆从所造作之业因而来，汝等当知因果不虚之理，并广为大众宣说。典故摘自《众许摩诃地经》卷第十一醒思：频婆娑罗王于过去世做大善业，以其供养阿罗朗提佛舍利塔之功德，感得后世无数百千亿劫享受天上人间最上快乐。因其本愿力故，现世得值遇释迦如来，闻佛演说妙法，即远离尘垢得法眼镜。如佛所说，众生之所作善恶经百劫，因业不可坏，果报终自得，因果真实不虚，行者当知此理，断恶修善，广积福慧资粮，以六度万行之因华，庄严无上佛果，进去菩提。